好啊 ，Hedy， 相信你哋见到封面图就知道今日我要分享嘅系关于渔夫帽。喺咁多种帽里面咧，我最中意戴、最常戴嘅一定系渔夫帽啦。一年四季我都会戴嘅，唔同嘅颜色、唔同形状、唔同质地咧，我都有好多噶。咁所以今日咧，除咗同大家分享我嘅 collection 之外，我都想分享一下，都系一顶渔夫帽。其实有少少嘅唔一样，可能系形状啦、质地啦，戴出嚟嘅感觉咧都系好唔同噶。如果你都有兴趣嘅话咧，我哋而家就开始啦。如果你都喜欢这类型的影片，记得按个 subscribe 和隔壁的钟仔，还可以 follow 我的 Instagram， 那你就不会 miss 了任何新消息了。厘清一下先，今天要分享的渔夫帽全部都是平价的，最贵的一顶呢都是 around 200几元的。如果你期待我可能拿一个精品一个名牌的渔夫帽出来的话，那就非常 sorry 了，我真的没有的。我有试过啦，但是呢应该是人的问题，我戴上去那些 logo 啊 monogram 的渔夫帽呢是有少少显露啦，唔够 casual 啦，然后格格不入嘅，系咯，咁可能我真系唔适合戴嗰类啦，所以我就冇买过。而点解咁多款唔同嘅帽型呢，我最中意系渔夫帽，就系因为佢嘅覆盖范围够大啊。首先佢一定系遮到我嘅布癫头啦，其次就系佢可以遮到你大部分嘅面咧，嗰、那个面型咧系会缩咗入去噶。如果戴 cap 帽咧，好多时都会系就咁 cut 咗喺呢度，跟住咧呢度就会表露无遗咧，我就唔系特别中意。所以咧，久而久之，我就真系收集咗好多唔同嘅渔夫帽，而最常戴嘅一顶咧，就一定系我手上边黑色嘅呢一顶啦。简直是基本百搭，人人都需要一顶的渔夫帽来的。那这一类型黑色的渔夫帽呢，我就会建议买啲散少少，但是又不要好像草帽这样打横散出来。只要你戴了它之后呢，你就会有一种造型感出来，你出到去呢不会太气的。兼且这个圆形呢是造就到我块面是特别尖的，同埋上面给大家看看啦，这里按下去呢，其实我大约是高了1-2 cm 的。它除了令到我心灵上增高了之外呢，它也都有个错觉是块面收长了的。那这个牌子呢就是韩国 SPAL 啦，它是跟 Harry Potter crossover 了的，上面是写着了 Hogwarts， 即是它们那个学院名称。那简单得来又好像有少少特别这样咯。不知道，可能我自己喜欢 Harry Potter 啦，所以我就很喜欢这一顶帽啦。而跟它同一个品牌一起买的呢，还有个形状一样的是粉红色的这一顶，质地是完全不一样的。黑色这一顶是棉来的，然后粉红色这一顶是有少少灯芯绒的。一开始我以为我会很喜欢它的，无论颜色质地都是我喜欢那类啦，然后版型跟刚才一样的话实没死，但是错了，我一次都没带过出街了。那个原因是什么呢，我带给大家看一下啦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戴了之后呢，我整个人是会黄了啦、暗了啦，然后呢跟很多衫呢都不是那么容易衬得到。它那个颜色有少少难驾驭。这个戴完之后呢，你会觉得顶帽好像小了，但是一模一样戴的，明明。然后块面是膨胀了出来啦，总之完全是两回事咯。第三顶就是那种有少少不一样，戴出来效果差好远。今年我在 Uniqlo 那里买，同 JW Anderson 他们 crossover 的这一款渔夫帽啦。这一款是牛仔布质地，有植纹啦，然后绣了白色的一些花边，上面也都绣了很低调一个 JW Anderson 的 logo。同样都是渔夫帽家族啦，但是它的顶是圆一点啦，旁边的角度呢亦都是向外少少嘅，兼且咧你会见到呢度好像有条带咁样，其实佢都系车咗出嚟嘅啫，佢唔系真系有一条带喺度咧，佢系软身嘅，然后戴上去咧系完全同头先咧嗰种感觉咧系好唔同噶，系 lady 好多啦，所以着出嚟嘅时候咧，你会觉得系日系啲啦，系冇嗰种利落感啦或者 casual 感噶，你可能要着一啲白色泡泡袖啦，跟住田园啲嘅感觉嘅话咧，系会再衬啲噶。嚟到第四顶咧，就系呢一个扎染蓝色嘅渔夫帽啦，系咪超靓啊，好有质感，嚟自香港嘅一间 IG shop 啦，咁应该系韩国嗰度入货嘅，如果我冇记错，咁样咧戴出嚟咧。又是完全不一样，你会见到除了个面型变窄变细之外，你整个头都好像缩了进去这样的，是非常之修饰到头型。然后就是它无论配搭很多种不同的衣服都衬得到，所以今年夏天我都经常性戴它这个蓝色，真的望到之后心心眼。跟着这两顶都是我的童心未泯系列，它们都是 two way 的，
Snoopy 呢一頂咧，咁佢個面就係咁樣啦，成個圍繞住咧都係一啲 Snoopy 嘅畫嘅。咁佢就係今日最貴嘅一頂帽啦，就係、是、嚟自 Levi's 嘅。然後點樣 two way 法咧？就係佢裏邊係淺藍色。是一頂雙面的帽子的，我現在穿這件衣服襯它呢就當然是奇怪啦，但是如果我穿一些 sporty 的衣服呢是 OK 的。那另一邊呢就是粉藍色了，哇個頭好亂啊，是這樣戴帽除帽。那這一邊的話呢，其實我覺得是行山的時候穿呢是很襯的，不過平時出街呢就很少會穿到這個藍色的帽子了。那然後另一頂超可愛呢就會是 Minion 這一頂了。那它怎樣 two way 法呢，就是它最得意的這個樣子，還有它後面是有 Bob 的，阿 Bob 拎住佢嘅熊仔啊，真系千祈唔好睇小依依，我系夠膽出街咁样戴噶。其实佢个型咧戴出嚟系好靓噶，你会见到修饰到个头型啦、个面型啦，真系唔好觉得佢太过可爱啦、太过小朋友啦。有阵时童心未泯都系一件好事嚟嘅。咁我示范埋呢一边咧，系咪好正常先？除了個顏色 sharp 嘅少少之外，有啲似小丸子啦，或者係消防員嗰類之外咧，即係嗰啲安全帽嗰類咧，咁其實都冇乜嘢啊。咁呢一頂咧係我最近買嘅，咁所以大家而家要買咧都係買得到嘅，價錢應該都係123蚊左右嘅，喺台灣網嗰度買翻嚟嘅。最後一頂我會喺夏天戴嘅漁夫帽咧就比較 functional 一啲，係我手頭上嚟自 Decathlon 嘅呢一款啦。有咩特別呢？第一就係佢 around 49蚊嘅啫，第二，它是防 UV 的，它就不是一些可以修飾面型很漂亮的漁夫帽，但是不差的，即如果49元來說我真的覺得它非常不錯。它是有花紋的，稍後給大家看看，還有呢它是比較闊一點的，即是可以阻到這個陽光，它的型就比較小的，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去買的話就真的要試一下咯。它的質地都算是透薄比較輕身的，然後是那些沙沙聲，但不是超大声嗰啲啦，然后图案咧就是一啲山咯，系啦，唔系话特别好靓，不过咧我都唔反感嘅。跟住佢里边咧最好嘅地方就系一个可以即系嗰啲咩抗汗啊，我嚟索汗嘅布料咯，咁真系好啱我嚟做运动嘅时候用嘅，行山啊、远足啊、放狗啊都好啱嘅。讲完夏天嘅款式，不如搭单同大家讲下几顶我喺冬天好中意戴嘅渔夫帽啦。虽然唔啱季节，不过都想开心 share 一下嘅。呢一顶红色粗冷嘅渔夫帽咧，跟咗我好多年噶啦。我记得5年前我同我男朋友去英国、法国嘅时候咧，我都带住佢影相，咁起码都有呢个历史啦。咁佢戴出嚟咧系超级可爱噶。我觉得呢一种颜色咧就唔好买平时耷落嚟嗰一种渔夫帽啦，成个氛围咧会好沉重噶，咁反而咧你咁样圆形啦，跟住比较短啲嘅话咧，咁就个可爱感咧会提升啦。其实着乜嘢衫咧都衬到噶，你着大褛又得啦，你着一啲冷衫咧都绝对冇问题噶。而另外一顶咧就系我上个冬天经常性戴，我男朋友咧就系咁话佢系灯罩啦，但我唔理佢，因为我觉得我戴得好好睇嘅一个渔夫帽啦。俾大家望下佢嘅线条系好似蘑菇噶，佢系冇一个好明显嘅折痕啦，系一睇。睇过嘅渔夫帽嚟嘅，大家评下你啦。我咁样戴之后真系似一个灯罩咩？我明明就觉得佢又系好修饰面型啦、头型啦，然后咧佢呢个颜色咧系好衬嗰一类米色啊、土色系嘅衫噶。喺边度买嘅咧？系一间周围都有噶，嗰间叫做 Hello Milk Tea。系啦，嗰间布贴咧，好中意买一啲 pastel 色啊、米色、白色嗰啲衫咧，我系非常之中意行啦。另外咧，突然间转话题添，我都好中意行嘅一间布贴咧，就系喺花园街嘅，又系好中意买呢一啲米米地、啡啡地色嘅衫咧，系非常之容易会见到我嘅。跟住咧，都系呢一个色系咧，我亦都好中意嘅。呢个系喺台湾买嘅，如果我冇记错，喺好多年前噶啦。咁就系唔同形状，一个细针，一个大针。针嘅一顶渔夫帽啦，虽然佢嘅颜色咧系比较偏灰嘅卡其色，咁但系咧只要你个唇膏咧搽翻啲有少少气色嘅咧，就唔会令到你块面咧好沉噶啦。赞下自己先，系咪好靓先？佢嗰个弧形咧系非常之恰到好处噶。咁然后去到最后一顶咧，就真系要去到个天气咧比较冻啲啦，你先够胆带出街咧。
就是我手上面这一顶毛茸茸的渔夫帽啦。我是超喜欢这一些啤啤型的毛毛神神的东西，然后戴出来的时候呢是超级可爱的。但是戴这一顶帽呢，我会给一个限制自己，就是身呢要穿得利落一点，如果不是呢整个人譬如穿一些红仔衫呢就会超级臃肿的啦。即是这里有多毛，下面有一大堆毛的话呢就会觉得有一点 too much 咯。所以呢如果戴这一顶帽呢，我就会在造型方面花少少嘅心思去襯一下啦。咁 anyway 啦，希望可以快啲有得去旅行啦。去外國戴呢頂帽咧，應該係好啱嘅。喺香港咧，真係可能要去到嗰啲十度以下去戴咧，先至會冇俾人覺得浮誇嘅感覺咯。好啦，以上就係一啲我好中意或者經常性會戴嘅漁夫帽，希望可以俾大家一個參考。原來同樣都係漁夫帽，同一件衫啦，同一個髮型戴出嚟嘅感覺咧，都可以好唔同嘅。咁大家買漁夫帽嘅時候咧，都可以列入一個考虑因素啦，你想要点样嘅版型啦，同埋带出嚟嘅效果，想要点嘅话咧，都可以用呢条片咧自己 cut 图参考一下，咁睇下你第时出去买渔夫帽嘅时候买边一款啦。咁希望大家中意呢一类型嘅片啦，如果中意嘅话咧，记得 click 个 like 同 subscribe 我 channel， 我每个礼拜都会 upload 两条新片噶，逢星期六、日同埋星期日嘅都属于点，我哋下条片再见啦，